越老越容易胖，五大食物提升基础代谢率。基础代谢率 BMR 指的就是人体每天用来维持最基本生理活动所需的热量，而成年人每十年 BMR 便会降低 2% 至 5%， 这就是为什么年纪越大减重就越困难的原因。适当的运动是必须的，再来就是选择对的食物来提升代谢率，打造易瘦体质。一、蛋白质食物有助于提高代谢率。二、绿茶，儿茶素能促进体内脂肪被分解。三、水，喝水能增加体内新陈代谢率。四、新香料有助于提升人体温度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五、含碘的食物可促进新陈代谢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